是泸州的普安市，普安市啊！还没介绍这尊神明之前，先介绍我们今天所有的众大仙吧。里面供奉的是武安的祖师爷，他是真有其人啊，他是我们宋朝的高僧，叫做普安应术。应术，对，他呢除了对农业有帮助，对渔业也有。农业他是管什么？旱灾的时候要不要降雨？他也管雨水。对，大家靠天吃饭的嘛。如果天不降甘霖，农荒就来了。对，对，黑漆鱼也掌管海洋的安全。这个我们今年天佑台湾啊，是吗？还可以吗？几年来都没有台风啊，好几年了。你看今年台风不断，但是也没有造成影响，没有太大了。但是我们的雨水哎，非常的充沛，可以，非常棒。那这样我们今天来第一个游戏呢，就是来奇雨大作战啊，奇雨。对，我们接水啊，接水。游戏连加总起来，最后冠军的有8000块。安排过了，进行的接水大作战，对，大家要努力了啊！好，哎，那游戏规则是什么样？为什么你还有麦？我都准备下去弄湿了，你们麦还别着这？啊，我们要下去吗？您最不敬业了，你要玩了，当然了。是最不受伤害的。今天大哥不会利用自己大哥的优势。好，你坐这个位置。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吵，但是我先坐下来，你们就不用争了。大哥都赢，对不对？先坐着。大哥都坐那个位置了。那我要。要也是我先选。所以你刚的是第一棒，所以我现在第二棒，对啊，所以我要接你满满的水。对，我一定选出来，选出位置。这个系统是你，啊，坐好，等一下，我不用坐到后面呢。游戏规则就是坐你后面。游戏规则，哎，目前我们要测试，就是30秒能不能运完系统。我有戏就打，有限制的，当然，之前没有限时间呢，眼罩戴好。真的换了，来快，哎，谁吹哨子啊？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接水大作战，还没有，
面很快啊，王老师你们前面太慢了，我们都没有时间。OK， 我们就测试这三十秒，六桶，一个摇六桶，我们完成五桶吗？对，还有二桶，还蛮多的呢。所以压秒是可以的，因为它的运输过程的确会这样。那后面水量还是要讲究，不能乱倒。后面水量，参赛者如果水量多者，获胜。好，还是要比水量哦。对对对，我们只是示范，帮大家抓感觉而已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主持人的1.78，这是我们的水量。对，参赛者就是六桶，6桶30秒，那速度快。我们后来是已经越来越快了。对，因为来不及，就后面太慢了嘛。好，水量还是为优啊哈！啊，来欢迎参赛者来。好啦，董彩印，董彩印，董彩印在哪里服务？在台北市公务员。公务员，今天不用上班了。今天放假。放假，他有他的轮假了。对的，但是有人请我来。是，来大名是刘玉成，有三年水有。那你是学生？对，几年级？高三啊。什么学校？三民高中。三民啊。有参加什么队吗？乔布球队，他手进离开，台湾乔布球队。刘玉成教授，表演艺术科技。蔡武山，体育健将。西式划船啊。团队嘛，对，有几个人在一起？两个，有分双人、四人、八人，还有单人。哦，还有三人。你是专攻？没有固定。没有固定，一个也可以。没有固定，八个也可以，四个也可以。就是看咖啦，如果今天有人请假，好啦，那我就参加四人的啦。那你就去跑。因为你技巧上也是可以的。对，应该可以，应该是有连贯性。对啊。梁乃宇。哪个学校？三民高中。也是三民高中。老师，看起来很年轻哎。对，老师几岁啊？25岁当老师哎。你们之前有在划船的时候要练什么？划龙舟吗？是用扫把对不对？扫把不是哎，用什么？就是用那种木头的桨啊，然后去划，还用腿力去推。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池子练习，差不多道理。西式也是嘛，脚腿力也是要推嘛，对对对。很辛苦，超辛苦，而且有氧。对，尤其在健身房里最难就是拉那个划船机，超难，很累。好，了解一下啊。OK， 体力都很好。好，体力很好，这么泼水应该不是快的。你们有分智力吗？你们有分智力？像我们刚智力是瓜哥最大，所以他先选位置。你们有分吗？我们有分年纪。哦，公务员先选位置。我不然一直让第一个。第一个，来请客就各位了。一位，来啊！接水大作战。手都不拿起来接，对啊，第一次玩不知道怎么接，不知道怎么接就算了，你也不太会倒，到你第三半就没水，全部都是你的关系。你们刚刚没有看我们在示范吗？有吗？对啊，那你呢？你还好吗？好累，累什么？累什么？到底做了什么事？都没有接到水，都没有接到水，累，心累了，心累了。你第三半都累，难道第四半不是哭出来？被泼很惨，被泼很惨吗？他还好吧？第四半。我感受我的水都在身上。好，你不要，通通不要动啊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水量。
零点十三。7.78哎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辛苦各位啊！你们先休息一下，先等一下。这个艺人队也没有很优秀，三组要取两组吗？对对对，接下面组。什么情况？能人加上，能人加上表演艺术科，对不对？林承恩，表演艺术科。赵杰倩。啊？赵杰倩。杰倩少。赵赵赵啊！少哎。赵。来，大明，我叫蔡明燕。蔡明燕。几年级？几年级？二年级。这点大家都听不清楚，我问他，我问他几年级，我说蔡英。来，大名字。蔡佳慧。佳慧啊！你是啊？是自己化妆表演艺术的。女生你们都自己化妆来？要学。你们表演艺术要学化妆？要吗？要学化妆。对啊，将来你要带妆到现场啊，不然的话。对对对，所以你们做女生学，男生没学是？都要学，都要学。男生很素啊。你的。张瑞。3.0表演艺术课有没有学什么强专门的？有舞蹈和那个戏剧，舞蹈和音乐。你修的是舞蹈？你修的是舞蹈。舞蹈，有的舞蹈，有的舞台剧，有的音乐啊，来的吗？差不多。啊，请问一下，你是以前就学，还是进了表演艺术？我是进了表演才学的。哦，那这么多我就学了，节奏不错。就是想说试试看这样。哦，那你学的什么？舞蹈。也是舞蹈。爱跳舞蹈。都是舞蹈的。都是舞蹈的吗？100万。
岁了。而且你根本没有接到水啊！他是第一桶泼到你，你以为接到了，就他往你的裤子倒。对啊，他手上这样子。啊，你回去看播出画面就知道了。哎，但是这样倒那水还蛮多的。对啊，还有头发，然后还倒蛮多人尾。对啊，我们可以称一下，称一下，再看一下。我们要取两组，对，一定要晋级嘛，是，所以两组之后再 PK 另外一个游戏，最后获得8000块，对，来恭喜你们晋级，谢谢。接下来艺人请拜代表，艺人，熊你一个嘛，一半一个嘛，臂力代表，我臂力是第一棒吧，臂力第一棒，对啊，看我这么强壮，你以前有玩过这个游戏吗？有啊，第一次玩的时候，但是他没有嘛，我没玩过哎，你没玩过。对，要疯狂一点。好，完全。我们是那个体院代表，我们是同一个学校，我们是西华的，西华的。体院代表。老师一定很强，好不好？这样不太泼水的。好。你 OK 不用讲了，真的表演 OK。完了，我没玩过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是看过了吧，就倒水而已。那请就。好，来。好。对，听哨音了，基本上是六桶，你像刚刚同龄人到了8桶。8桶。那个速度快，但是不一定存得到水。量不是太多。哎对。接水大作战，对不对？没有头发还怕弄湿啊？拿好嘛，拿好，哎，拿好，预备。的声音有吹进来，对啊，有。你知道我哪里扎实吗？他用他的脸去接水，完完全全扎实，不要在脸上。他也不怜香惜玉，后面都倒成这样。没有，因为我想要赢，而且我其实我觉得从头到尾不感觉里面有接过水，因为都在他身上，都不在我的桶子里。没有，一开始有，有呀。可是第一桶他本来想好好倒，但是他完全朝他的脸下去。我的脸，真的想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看不到，真的看不到。只是熊你呢拿的比较前面，可是水刚好从这里，然后嘴巴吐出水比较近还多，会不会撞到水桶？看不到啊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哎，我以为超可怜，我以为我靠最后一个不会淋湿，就真的全是湿的，全湿。哎，这量好像还哎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我也可以哦，有机会第二名了，不要动啊，通通一人请起立哦。来看有没有赢0.43的啊？哦有，1.220。我们一人到的还有办法第一名，我们这样到还可以第一名呢。没关系，那这样就是两组要晋级了，两组晋级就是观众的人人的同学1.12，加上1.22，接下来两组晋级最后一个比赛啊，如果获胜者8000块了。OK， 来最后两组呢要进行的是水球铁头功。希望大家能够实力相当，哎，不要前三棒就输了，后面也没有比了。我再三胜哦，兄弟加油啊！8000块哦，两组谁赢的就是8000块了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棒。
有时候速度快，没有重量，力量不够，力量不够，力量不够，这个就是比赛的一种，没办法。真努力了，但是这个他已经对了，没力量，对了，力量不够，不行，休息一下。来，接下来第三棒交给我们的熊尼了，熊尼加油！熊尼如果输了，后面也不用比了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三比零，不用比了，因为奖金是固定的嘛。对啊，预备。你看那个，人家已经破了，人家破了啦，人家破了，男生还在吗？一方要的比赛，比这个鱼，同学再赢一个多一千，再赢两个多三千，哇，那有机会一万多，一万六，好，好，两位请休息一下。乙方啊，乙方会荣誉而战哦，会荣誉而战。乙方，你这棒次应该排到前面一点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丛林那一棒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也不知道会变成结果。对啊，就是多，你挡住加码啦。那每个选手都很努力啊，不是吗？好，他们要多一千块还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有，还有这个机会啊。可能我们是会搬到九千块了。对对对对，我是送钱的嘛。啊，你 OK 吧？哎 ，OK 啊，你 OK 吗？你 OK 吗 ？OK， 要不要让你？要。不要再喷热血话，来准备啊！预备，好，不要撞到，不要撞到，不要撞到，好，看着，看着，哎，那么连撞也没撞到呢，我没有撞到哎 ，OK 吗 ？OK， 好 ，OK 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大伟在拍戏哦，他跟那个 OK 吗？刚刚跟谢金莹是不一样的哦，不一样的，谢金莹是有摩擦到，但没破，他是完全是打。大概差多少？差那个半个头吧，差很多了。来，我们欢迎我们主任主委李友清。朱亚哥，欢迎。好，让你等那么久，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了。诶，甲各位乡亲大家好吼，今日欢迎大家来甲泸州的保安市，就是这中兴街85号。虽然这间庙是已经起六年啊，尔吼，算新庙啦，但是保安祖师啊，伫遮。祖先过来已经请过来300多年啊，300多年啊，因为拢找无适当的所在来建祠啦，是，啊，所以讲伫这个机缘下，正啊来起这个庙，但是这间庙你起的速度也非常紧，因为大家期待真久啊，所以讲。伫一年内底，包括建桥、苏桥个地标，一年就完成。就看这间庙呢吼，哎是是是，安插这么多高级住宅里面的。哎呀哎呀，安尼保佑才会平安啊咧。是啊是啊是啊，信仰中心啊。是啊，保安嘛真灵性啊，所以讲大家啊，欢迎各位善男信女来参拜。是是。啊，同时啊，我伫七街啊有办理一个地区性的这个普渡，但是啦，伫这个。农历的十一月二七，我拢有办理三天的法会，就是十一月二五、二六、二七，三天的这这道法会，啊，欢迎各位来参与，安尼吼，安尼吼，感谢诸位挂客，真正足感谢咱诸位啦。那因为疫情期间哦，咱伫棚内吼，啊，咱诸位来两拜呢。是啊，足欢迎恁来个老酒的啊，就终于来到现场了。就感恩支持的，邀请恁只鼓励他来啊！非常欢迎各位来，感谢感谢。哎，来我们普安市啊哈，来我们接下来请朱伟来加码，加码，好，加码，对对对，哇来，以前都跑到棚内，现在我们专哦，这技巧高，这高的哦，大家跳舞团的三号，都好醉啊，都好醉啊嘞，好来一送二送三送四送五送六。
送奖金送来，千八千块，好，来，千八给同学，来，同学，来，冠军送奖金，继续背签了，谢谢，又一千。独家挑战阿虎诶，哈，没啦，阿虎输起啊，免看阿虎啊，免看伊，免看伊，赶快老同学，赶快老同学，来，谢谢，谢谢主委，你有事先管理了哈，感谢大家，接下来继续送幸福啊。庐州普安寺香火鼎盛，供奉的普安祖师是位大禅师，传授的普安咒据说可消灾解厄、逢凶化吉，欢迎大家有缘来参拜。接下来进行更盛开花。欢迎来宾一号、二号，哇！运车，运车要开始了！这个还用预测吗？要啦！一号、二号还要预测？先聊一下，先聊一下。谢生峰啊，谢生峰，谢生峰，健身教练吗？健身教练，知道？对，这个 Take 应该是健身教练。才18岁，才18岁，对，18岁，这么年轻当教练，来看过。没玩过，可是你们念，迫不及待要说自己有，我辅仁大学，孙克杰很少看到玩这个。我们艺人代表，对，没玩过，没玩过，但是就是身高有优势，对，但好像身高高对这个篮球应该是劣势。那你平常有没有专项的运动？篮球，篮球，篮球，都还有一点耐力。这么会跳？那你平常是吗？平常街头健身。哦，那应该对吗？这个要问嘛。最后预测，最后预测多少？多少？4000啊！哦，奖金4000块，可以。但是这个冠军呢？这个冠军是奖金是6000。哎呦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冠军才6000呢，亚军有2000呢。哎，我们如果要从头对到尾也很难呢，也很难。4000 OK 了。好，来，请选择。好，来，站好，站好，你站好啊！干嘛？全部一样。真的？啊？有没有那边？这边有有支持者，有啊，一定要支持一下，对，给新来的一点机会，哎，自己朋友一定要支持的。那这边有哇，全几乎啦，全部人哇，9个啊，真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哇，10个，街头健身啊，健身委员，我都希望孙哥姐赢，我比较轻松一点。你也是下孙哥姐的问题，因为懒得抖。我觉得他是新生，然后所以就给他给他一点机会，相信你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奶油小生啊，来请就来来来，来喽！师傅是我的18岁，我再试一下，我再试一下，你要上诉，可以吗？你是可以的，紧张啊，紧张，压力来的，紧张啊，对，让一下，让一拳啊，好 ，OK， 给观众也没关系啊，其实你输了我比较难过吧，我还有10个人要赢，好，谢谢，请休息一下，好，休息一下，第4，二号吗？1号，放一个。邱义翔，邱义翔，义翔也是健身教练，我也是街头健身，街头健身，街头健身哦，面熟。来，请讲个。来，请问你是玉龙？陈玉龙，玉龙学生吗？不是，是社会人士。对，在哪里服务？台北市刑大。哎呦，啊，刑警大人，刑警大人，啊，刑警大人，刑警大人。最近我们，最近我们出外景都会有一些刑警跟着保护我们。真的吗？因为他是反诈骗。他们只是刚好来看录影吧，不是保护我们搞诈骗。对啊，你也辛苦了啊，辛苦辛苦。请开始选择。啊，选择了，我选择了。选择了。好。哎，刑警大人没半个人。对，全部都是。哎，你们这样算有良心吗？我想说，刑警大人平常辛苦了啦。在外面跑来跑去辛苦，比较劳动啊。但是他有在运动。哦。对对对。不要还挂着项链来，那不能输的嘛，也不能输。对街头健身绝对会赢。你们通选呢？对啊。草莓也是。草莓。有什么想法？刚上一个也是街头健身的，这个也是街头健身。那大家有街头健身风相对的时候，你们不要选谁。对，我会注意看，注意看。来，请就位。好。预备。刑警大人获胜。没
哇，这个我们全部淘汰了哦。没有啦，没有，我们要看是先夹下来还是先碰到。讲清楚，讲清楚。回放的啦，刑警大哥比较快。现在在回放，等一下我们从黄色获胜。刚刚回放看了半天呢，一时稍微快一点点，太接近了。刑警厉害啊！你们估算他是用肉眼去看才会输很惨，结果查半天，我们也回放给观众看，一点点，差那么一点点。来，恭喜你获胜了。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三号获胜哦，三号晋级。就没想到三号、四号竞争的这么激烈哦。对啊，来五号、六号。对。是坐西式的划船，哦，是啊，魅力也超强的喽，核心很好。我刚才我就是做西式早餐啊，对不对？你是吃西式早餐？我老师不要小瞧他，有十样单元里面，我们常常八样小瞧他，他都赢了。真的哎，对，他也让我有点陷入两难啊。这个很难选，这个组合超难选。不要演了好不好？西式划船，真的吗？你有什么话要跟自己说的，还是怎么样？太紧张了。太紧张了，很紧张哦。难度老师看每一集都太强了，每一集吗？哦，不要再演哈。刚刚是不是有人在这样演，对不对？那他早上的时候，我们在测试这个的时候，他是示范者。没有，装的，都装的，后面的选手都太强了，真的啦。哎，你们这样好难抉择哦。老师突然讲这句话很难，还剩下十个嘛，对吧？对，还请选择。哎，郭宗佑，郭宗佑你过去了，我过来，我过来，你先站过来，这样很清楚。来，楚薇，你的选择为什么不是？因为我觉得蓝波老师感觉体格很好啊，感觉反应应该很快。可是这位同学深不可测，他说他很紧张，很紧张，紧张就会容易失误。不紧张才会喊他紧张，我觉得蓝波老师应该很有信心。对不对？我觉得每一次对战啊，我觉得我的观众朋友很认真，我们也表现我们最奋战的奋战的精神，不要辜负观众的期待。对，因为我们是来真的，因为包哥最常讲的就是尽力的展现你的舞台，本来就是这样，尽力来真的。蓝波老师难得比对手高，对，而且我讲这，我刚还生气了，他在旁边说，哎，你看他跟我讲哦，你看我们这一组只有我们两个一样高，哪里一样高？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忽视他，18岁，全怕少壮。你呢？我觉得他刚讲那一段话，应该是有人教他这样子讲，他一定很强，他在演。对，而且一直说大家，他一定是最后可能还强过那个，有可能是最后的冠军，我觉得。好，这一组很精彩，来，请就位。加油！哦，还有同学也不错哦，不用紧张了，不用紧张了，不用紧张了，好好注意啊，不用紧张了，蓝波老师厉害了，厉害，蓝波老师厉害，好，谢谢两位，恭喜五号晋级，因为每个比赛者都很用心啊，也很在乎，所以他们很精彩，而且今天前面三组都很接近，非常接近，对，这样就好看，好看，下面七号、八号，我是刚刑警同事。哦，刑警同志，刑警厉害喽。但是你感觉比较年轻哦。我28。28。你从学校毕业多久啊？8年。警察大学吗？还是警察学校？专警察专。警察专哥。警专呐。所以你毕业没多久嘛，对不对？还算是。毕业8年。8年了。对。20岁毕业啊，对啊，20岁毕业。平常有在健身吗？看身体有小练，小练，小练。一定要练，不然怎么跑不过犯人呐？抓你抓。那也是。你看那个。有时候追的时候，这个累死了。那个电影当中在追，光跑步就累死了。对啊，哎，哦，你是子谦，子谦来过吗？这个大家已经选他了，我们就在问你，这个街头健身压力好大哦。酷什么都好，压力很大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他真的很强哦，他很强哦，很难选。好，来请就位。讲了，我们还没选呢，你们还要选吗？要啊，请选择。看一下吧。
那个又挺有差。我是我就是站刑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他给我一种稳重，对，稳重很有安全感的一个。你要交往，你要交往，你要交往。我觉得他都有在练，是毕，我以为他从学校刚毕业，可他样子真的很像，有点年轻的样子。对啊，八年有时候会稍微没有练呢，稍微松了嘛。哎，那你呢，草莓？没有，因为我爸爸是刑警退休的，要支持一下。哦，那你不认识子谦？那你刚刚为什么选到肯尼亚？肩头肩的，还是我看一下。因为当时知道大家的选项，他现在知道，哎，这个没看过这个人，没看过了，但他也不见得输啊。对啦，你们以为你们选择我赢吗？目前是啊，目前是最有冠军相的。你说子谦对，那个单杠不是有一个潜水瓶的动作吗？就他是台湾纪录保持人呢，那个次数应该现在还是吧。小退，因为也年长，真的很强。江山代有贤人出啊，各领风骚。他还很年轻啊，我知道，但是一个时代不一样啊。嗯，你以前最强，现在敢说最强，我又会。因为高处不胜寒，我觉得冷，所以我先下来。好会讲哦，我觉得冷哦。你小心味道啊，请就位，预备。看，这怎么会那么接近呢？今天的都超红色，红色，它先夹掉，对嘛？爆冷啊！每次只要经过郭柱的分析，一定是爆冷门。我跟你讲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不知道，刑警快啊！其实他们的速度几乎一样，但是刑警的动作刑警快，对，刑警稍微快一点，可能是他听哨音的时候上得快，是，因为他一定的反应要够快啊。因为平常也是哔哔哔哔，习惯了，哔哔不要跑，哔。我问你啊，刑警如果反应不快，会误扣扳机啊？哦，扳机啊，那个警觉性误扣扳机，他警觉很高，不然会误伤人家。所以他平常的训练本来就比你们厉害，因为现场。变化很快，对，所以如果他从车上马上拿一把枪的时候，那个你瞬间来不及，所以你永远是在警觉性的，对，所以他反应一定比你们快嘛。请握手一下，谢谢。不要看起来好难过，对呀，不要难过，淘汰你们对不对？剩下两，他们两位，剩两个而已，你们两个这个继续挺进第二轮一三五七号，一号三号，你问你们一号三号。那你们要选哦，四千块哈，这个很难，这个就难选了。你们请选择。华哥，我们进入到四强之后的赛制是一样的吗？没有，一颗左右自己吗？自己抓。一个人的。哦，一个人。从中间红点开始，手上走一颗又一颗，加下来是秒数。比秒数快的。对，来，所以请选择，两个都是街头健身哦。选好了。对，选一号，你也选一号。好，三号。没人选哦，只剩两个嘛，来请就位。好，一个人比赛，他没有一样高，一高一低，你要先从高的也可以，先从低的也可以，一定会影响你的速度，最后加准秒数。因为好，一号参赛者，现在。但是一定要有动力啊，他必须摆荡，有一个摆荡，对，一定要摆荡，摆荡花很多时间，是摆荡花一定要，不然你夹不到，两次你就完蛋。没有，有的人直接上去就没有摆荡在上面，嗯，对，他刚刚说比较快，他刚刚说那个纪录保持人，他应该就不需要这样荡，应该是，但是他连这一关都没办法进掉这边，就不知道他的队友多厉害了啊。好，秒数要了解一下，几秒？四秒零六，来第二题就会好，也就是说，他如果低过四秒零六，所有的通杀全部没了。来，预备，来哦，助跑，杀。他这个赌博士啊，他如果没捡到第一档，就完蛋。对，他后来硬盯啊，把捡到剪刀脚把剪到，他自己留下一条，哎呦，我有哪里？那后面那个摆荡很大。你是怕没捡到的？对，我差点再见。对，那你觉得你捡到时候有赢过四秒零六吗？不确定，不确定，不确定。你都已经
有剪到，但是不一定，因为中间我有花时间摆上。他自认为他晃的时候有点大，对，地对，但可能晃了一下，七秒，四秒，二，所以他的摆荡过大了一点点，他的秒数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好，握手一下，谢谢。一三的是一号晋级，他们两个又猜对了，真的有五七跟冠军赛啊！哇，接近四千了，两位新手运好。一个是刚刚说吓得要死，一个是刑警大人啊，反应更快。还请开始选择，太难猜了，请选择。这个不是超难猜，对。那你不是选爸爸支持刑警的？他们啊，那你选好了吗？不要！你不是要支持警察大人吗？因为那个在示范的时候是他，真的。哦，所以很难估，对不对？一人一票，对我来讲比较为难哦。一人一票就有机会中。对，当然会延续，但是也只剩最后一个了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其实还总冠军还蛮是。如果他还过的话，就独拿四千哦。那就是名副其实，那就厉害了。来，请就位。来，预备，来吧。你晃到一次也差不多，你也要小心哦，这是完全不能失误了啊！来，请就位，好，拼一下，预备，哇，加油！只要不失误就赢了啊！赢了，稳扎稳打，加油！轻松的夹到蓝色，太好了！速度快，速度快，还没有加快，稳稳的把它拿到，所以不能失误啊！对啊，因为你的失误会让对手觉得开心，放松轻松，对他只要稳稳就好了，对啊，哪怕是五秒多，七秒。秒五九，哇，太厉害！那这样三秒五九，这样才让你们难选，剩最后一个了，就是。那其实不会难选的，因为上面有秒数啊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冠同比又不一定了。来，刑警先休息一下，来。好，谢谢我们划船的同学一号。哇，剩一七嘛，一号七号，一号七号呢？这个因为冠军赛嘛。冠军赛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他们刚比完嘛。开放给女生赚点奖金啊！好，欢迎。是，我想您大概没听清楚，我们是欢迎参赛者，这是女生，紧张，对，也是紧张，阿成大人，阿成不好意思，所以你有练擒拿术这些的？有，那个上课的时候都会教，训练的时候会有。你看他这系列，感觉也蛮壮硕的哦。有在练呢，柔道也会练，还有呢，擒拿，柔道、擒拿，然后还有跑步啊，或者 cosplay 之类的重量训练，好厉害！女刑警，对，哇，这个我们这个如果要跟他对战的话，不是对战，他现在比赛个人成绩，我是叫阿虎要演被擒拿的那个，真的吗？阿虎长得比较像的。擒拿过男生的？有了，在外面执勤的时候，如果遇到像是毒品的，他们不会分男女，那所以有时候遇到那个毒品的男生反抗的时候，也是要冲上去撞。在现场的话，曾经遇到就是反抗的那种，然后水泥工那种啊，真的很壮。反抗的水泥工，对的。就是说，如果像我遇到他比较壮的话，我就会去抱他的脚，做一个突破他的阵脚。对，没有办法硬干，对不对？所以先，我觉得可以取巧啦，对，只要能够让他倒在地上，能够压制他，我觉得任何动作，你怎么可能帮我弄倒在地上？我是先撞，你要帮他把他弄倒吗？不可能的，可以试试看啊，老师试看。上门店，我们小心上门店了。对，你要跑就好了，往前跑就好了。好，走。抓起来！你看阿虎都这样，你如果是非法移工，我看你就飞到外面去了。非法移工，我那么灵敏，他抓不到我。对，不可能抓到啊！我是唯一的上半身移工，我很灵敏的。
现在情境是因为哦，那个非法渔工上岸看到警察来了，他非得跑不可。跑下去，他已经不能那么近了。对，你快一点，他有红绿灯了。哎，你站那么远干嘛？他现在要上岸上来。上岸，坐红灯。警察先等一下，你是埋人，你要喊，你是上岸，警察是埋伏的，你是可以吗？你是飘过来，我知道，你要移动，你要先躲起来，你要先埋伏，你要先埋伏。现在这个记者在这个苏澳港发现有一个非法渔工，现在上岸上岸了，上岸，快点，过来。笑对不对？他想笑，很奇怪，太快了，你是瞬间的嘛？你被他拎起来丢的，对呀，拎起来丢下去。不是，我才刚上岸，还在看他就要锁，你要跑了呢，他是锁定你，而且他一出场喊不要跑，不要跑，我听不懂啊，我是泰国来的，你讲我听不懂，印尼，他印尼，我印尼来的。你不是听不懂为什么要跑？我没有跑啊，我就是来不及。他只是出来而已。我以为他是来接应我的。我记得他没下船的时候，老板接应我，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看回船上不要接。OK 啊，你就知道你要埋伏跟肩很辛苦。最主要是速度很快，快，真的来不及反应。你觉得女生应该不要练一些擒拿术这些？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男生女生都需要。都要。对，一定练反应啊，对，保护自己。好，了解。那你就个别了。第二个是来。同学，你们不是互相比赛哦，一个一个来，跟我们艺人比赛好不好？我们艺人看到刑警这样还敢出来？有啦，哎，主威啊，主威，哎，草莓也想玩了，草莓，你们勇敢的，我刚刚其实有点害怕了，可能摔下来就变烂草莓了。要小心哦，手一定要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要对刑警吗？我。还是你对错？那另外一个，我觉得这样不公平了。我们先这样，我先访问他。您是老师？对，华春老师。主威对上这样，背力强的对上背力强，否则对调可能会一面倒。好，那你就先对付了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赢的话，赢的有1000块，赢的1000块，输的还要被过肩摔。没有，来，请坐。女生指甲做成这样怎么玩？这样能抓吗？小心不要断掉呢。不要动。因为，哎，请问一下，刑警不能做指甲。心脏开不起了。等一下，刑警可以做指甲吗？我自己是不会做了。可不可以，女刑警？哎，通常都不会做，但是可以吧？应该是不可以了。啊，不可以啊。来，请就位。好。预备。你有夹到就会省力啊，你没夹到就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差一点点。哇，草莓尽力了，已经让两轮，第三轮上去吗？对啊，第三轮就没有力了，我来了，脚就上不去了，两只脚没办法。好，待会我们要颁奖给他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先等一下，好，谢谢大人，等一下啊。老师跟主委的，来请就位。请问一下，主位可以，你可以做指甲吗？可以了，可以。他当然可以，他是女艺人，我觉得他是运动员嘞。莫名其妙。预备。跟男生的速度哎，别忘了他是老师好不好？教划船的，所以他的臂力跟核心很好啊。哦，虽然老师不是说他在岸上说哦，他还是要跟着下去。在练了，当然要啊，要划，对划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每天要运动几个小时？通常早上会1个小时，下午大概会到3个小时差不多。一天4小时，各位。是啊，而且他晒太阳，都在划吗？对，还是你带队？带
小朋友，他们就是岸上看他们训练。胡祖威这么强的，但还没夹到，被虐杀。对呀、啊，太强了。好，我们待会颁奖给两位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来，谢谢两位，先休息一下，待会来颁奖。来，总冠军赛的男子组的剩最后一位，停一号，又停来。啊，一号、七号、一七的，我先待会讲解一下，但是先让他下注。还剩一位嘛？剩一位，又停，你选谁？星星大人。哦，赢了有四千了哈，输了一毛没有。毕竟刚夹了三秒多嘛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但是不是这样讲？我又换一个玩法了。一个玩法。冠军赛又换了。我有跟钟佑讲一下，钟佑为我们小乔示范。我是能说，但我做不到。好，我试试。好来。冠军赛呢，我们请钟佑示范慢就好，不用快。好。到红点要转身了哈，不然会犯规。来，请预备。转。对，你要红点这样转，还要转身，再转身，黄点翻回来，他才能夹。对，啊，这样才算秒数，对不对？来给朱建鼓掌一下，谢谢。哇，两只手在黄点，是两只手在红点，两只手在黄点。啊，阿拉有翻转就好，有翻转就好，夹到的秒数就好，对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就位，预备。好，我们比赛开始，一个漂亮，两个转身之后。速度好快，速度很快，有点快。哦，我觉得你选刑警的，我选刑警的。我觉得你后悔吗？不会不会不会啊！等一下，几秒？四秒五七。哎呦，四秒五七耶！你转动一个也是四秒多。对，刚刚是什么？你刚刚是左边在右边，也是四秒零几嘛。可是你如果顺势好的话，就是加速会加快啊。对啊，而且还反正好像一个动力之后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单手，你还要重新启动，这个转圈到时候是可以顺势而上去的。对，我觉得它不见得会难到哪里。现在七号请就位。好，加油！好，预备。有点吃力一点点，但是他没有顺势啊，嗯，所以这个转动虽然摆荡比较小，但动力会比较少。你要动力大的话，你摆荡就变大。啊，对啊，对，所以难在那里。来，刚刚前面是四秒，四秒五七，接下来我们刑警有没有？我们博弈到底拿到几秒？来，请宣布，三秒三。一个预测是成功的哦，对呢，对，好好哦，恭喜啊，好嘞，我们朱伟跟右青，朱伟，祝朱伟，哎，你是你文职总干事，啊，谢谢啊，下面祝朱伟，我今晚加温的好，祝朱伟来，加温一碗，好，来来，哦，感谢大家哈，啊，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到我们芦洲区的楼厝里，咱这个所在吼，古仔和地名，和个啊。黑熊洲老阿祖啊，其实这个地方哦，是我们芦洲我们李氏的祖先到这个地方，从大陆落脚到这个地方来以后，差不多有差不多三百年了。嗯，那三百年来呢，我们从小我们就知道，咱农历的宅月里去吼，拢来咱公厅拜拜，来拜这个破案周书。那破案周书是啥呢？破案周书是代表。江西人，他是大概在北宋南宋的时代呢，宋朝的时代，那个时候的一个很有名的禅师。那他呢，菩萨修道出地以后呢，当然就是要得到无上菩提嘛，当然就要普度众生，所以他继续修行到八地菩萨。大家一定很可能有听过这个普安咒，普安咒就是八地菩萨修成之后，他能够了解佛经里头的这个咒语，他也可以自己说咒语，所以来讲这个普安咒，普安咒呢让大家能够呢啊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而且能够消灾除病，那咱普安是呢每年每个月农历十月。初一十五，拢来咱普安寺呢，拢有念这个普安咒。那么欢迎咱大家吼，有时间初一十五来咱普安寺来听普安咒，来大家吼平平安安，赚大钱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
起码大家嘛求平安健康，平安健康上重要啦。起码买快红包，来来来，来咱对冠亚军请来，冠亚军请我来处理起来。来，我们第二名的第二名的来，两千第一名。千辛万苦竞争下来，我干单，三四五六，来冠军，恭喜！接下来呢，我们先颁给女生，两位，我们啊，你不入围，老师啊，姐姐胜利，女中豪杰，女中不得了，真的，你看到不得了，刑警大人跟辛苦了，对，我们也欢迎警察同仁们常常来我们录影现场，除了宣导反诈骗，是也可以保护我们，保护我们。谢谢，恭喜两位，好，欢迎欢迎，是，奖金，那个你的助理，接下来不是他的事，你要赢啊，来来来，快一杯，你好，站住，冷静，好，他有奖吗？来，阿姨，来，要钱，两千赞助，两千我的嘛，好，来四千块奖金，预测冠军。来，我来再往前，来，谢谢，加码啊，来继续出幸福啊，接下来进行欢乐不倒哦，合力版嘛，欢迎观众朋友来，第一组来，哎呦，名叫一晨，王一晨，王一晨，一晨，您，叶新贵，你们是同学吗？不是，不同学校，不同，哎呦，这样 OK 吗？记者，我们节目可以联谊一下。对，太快了。你是高中啊？对，普通科吗？还是体育班。好，擅长是巧克球。巧克球，对。你也是体育班吗？不是，那个能人家商表演艺术科。表演艺术科，哦，表演艺术科。那彼此要这个来参赛，也是要情投意合啊，不然啊，是。玩起来会。对。对啊，可是我们这是分别跳还是一起跳呢？还没一起上去，然后集合那个水，一秒总量吧。集合吧，哦，一起吗？对啊，我一起的，接触吗？会接触，所谓的接触，会，接触，是，两个请就会。来，男生女生先上不管呢，两个上去就一秒、两秒、三秒，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水如果冻到还算你们的，所以按节下来。所以站好三秒钟下来还要算哦，今天参赛的组数应该是四组吧？四组，冠军的话，四千块，一个两千了，因为。欢乐不倒，对，来，同学，哦，对，好，哎呀，可以，为什么还要站起来？那个水一直过来，一方竟然说他屁股好翘，这样，女同学来了，因为他们是第一组，根本没有示范组，也就是他上去根本不应该站起来，那水会晃。对呀，你说下来也会晃，所以其他参赛者要注意啊。对，趴好低一点还有机会。你们其实身手矫健嘛，他说580，580，这好多啊，580，好，谢谢第一组，第二组请出列，他一人到第二组。我刚组来了，那这组也蛮厉害的啊。对啊，对，你没玩过对不对？很久，大概一两年前，曾经。又停跳很高啊，勇敢，弹性很好，怕他跳太高，我怕跳太高，等下下来。他厉害的不是在这个运动项目，是在预测上面。才运很运气。OK， 来两位请就位。真的力气跳就好。好，男生先来，又挺稳的。轻轻稳稳的，还在想。我在考虑要单脚还是双脚。哦，单脚可以。加油，轻轻的，加油，轻一点。请上，主位。你看，还在晃。两位位置给几声？给我左边的有。好，
了，好像有赢的感觉。他是用脚抖下来舞蹈，很像树懒哦，迈过去。好，住，好住，嘿。很好住哦。恰恰的的嗨啊！你告白呢？你是阿公啊，是阿妈？那么占我的事啊你？快乐。在争取镜头吗？哎，有那么小心吗？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哎呦，哎，比刚第一组多哦。哇，650啊！哇，650，他们两个连半着陆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直接就跳上去了。而且这650啊，本来1000嘛，对，有350都是你摇掉的。他们没有呢，他上去都一滴都没有晃，两个都很稳啊，这个是强中之强嘛。真的很难啊，真的很难啊。平常都是跳高，现在跳过去，他轻轻的，你比阿翔还稳啊。后面阿翔更，阿翔上去更厉害，真的啊！对，我上去大概只攀大概一两百而已，够轻啊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一两百很多哎，看900、3000，900、3000，800有，没有了，没有，800对你来讲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就是漏100就对了，他100都难了，他上去跟。哎，那个你手机帮我拿一下。很厉害的，哎，我刚第一下感觉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他等下炫到了，炫到了，所以不能再第二次了，第二次我就输死了。九百七百五，我们没200差不多，没了没了，我刚刚有讲你没听到，900是3000啊，哎，800是2000啊，啊750呢？啊没有了，帮你合照一下，哎，750帮我拍一下，哎。你讲，来第三组就就位，来大明，那我们是翁逸云，哦，星际大人好，哦，今天星际大人参与我们好多游戏啊，对啊，包哥，你知道现在为什么诈骗集团比较猖獗？你声音为什么哑成这样？你昨天唱歌怎么唱那么晚？去唱歌，没有，去宣导诈骗，然后去拦阻诈骗，哦，然后阿妈都听不懂，他就说他弹弹琴，弹得很大声，人家讲，婷姐有来电。你冷静，你慢慢讲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会听不太清楚。哎，为什么他们不拍一个声音完整的？不是因为，他很卖力的在做这个宣传。广告宣传。我跟阿妈就说那个你真是被诈骗，他就感情诈骗，人家叫他去投资虚拟货币，然后他就要汇款，然后不听人家劝。我跟他讲了1个多小时，他不听，然后我讲很生气。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去宣导的时候不拿麦克风啊？是可能在银行出钱的时候没有拿麦克风，哎呀，那这样不会伤喉咙啊？你说这个阿妈被感情诈骗？对啊，就是外国男朋友。对很多这么说。会虚拟货币。我们刑警很辛苦了啊，来。话该少些啊，少些一点，少些啊。请问您，您是何少伟？何少伟的学校？三明高中。你高中？高中生哦，高三哦，划船的吗？西式划船。西式划船。那您主攻主修的是？就是我也是体育的，主要体育的。哦好像啊，你好像很紧张哦，都没有办法跟我们好好聊天哦。你再找下一个。搞不好念完都不知道他念什么科系。这组到底怎么了？好，这一组就可以吗？主要体育。对啊，主修体育啊。一个是喉咙沙哑，一个是身体沙哑。对。这样子，那我没关系啊，这算是警民合作的一组了。警民合作，两位请就位。好，跳一下。第一位。好。男生先上啊。也是，通常都男生先来。同学，同学，小心啊！哎呀，刚刚第一把还不错。哎呀，后面的第一把，现在还在喷，还在喷。喷了，喷了。马步哦，马步跟着我。哎呦，还在喷呢，要注意哦。位置给他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水量也不会赢前面的，你算没有跳上去啊？没有跳，不是一拉也会拉倒。他就算水上去够的话，我觉得要再一次吗？再一次吗？
我觉得再一次他水量也不会够，也差不多了。那我们给辛苦请他上来。要了，我们再一次机会，我看烧瞎了，来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来来来。每动一个步伐，庞大一点，对对对，身体先出来，糟糕，还在晃，来哦，先准备，加油加油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好，有了有了，hold住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下来也要算哦，小心哦，慢下来，慢慢下，扶一下，扶一下，好抖，好抖，哎，不要抖，超级抖，好。OK， 请请大人手好抖。来这边请，来这边。警民合作终于成功了，终于成功了，不然一直都是失败。对，这怎么合作？有拼哦，有拼哦。拼哪里？拼哪里？跟翔哥有拼哦。对，多少？四百四，四百四，四百四，四百四。现在才是佑廷跟主威六百五，很难过了。哎，现在我们谢谢你们。我们的。我们的警察单位一直在宣导全民防诈骗，是，所以要看节目也要了解一下。嗯，其实晚辈要关心长辈，一定是长辈孤独落单。嗯，落单。其实晚辈都没照顾。对，就是没有注意到他已经被骗了。对。说你也是到我爸去啊？对对对对，所以我或者是说常常跟长辈多聊天嘛，那长辈有什么状况都可以跟晚辈一起来聊聊天，沟通，关心一下阿公阿嬷。这个也不是靠警察一个人单位可以做到的，是大家全民要一起来防诈，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是第一人组。好，南波老师，好，郑勇也不容忽视啊！我希望我的年纪不要拖累他了。不会啦，你可以啦。南波，但是我弹跳的这很弱，不要太，就不要那么客气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老师很厉害，还是你要先跳，我跟你后面。哇塞，我的压力很大哎！我先跳吗？我可以先跳啊，真的。哎呦，其实早跳晚跳，应该男生跳会扶住，但女生扶不动你啊。哦，那我来好了。一般经验是看男生先跳，但男生晃动比较大嘛，但是辅助力会比较强。对，撑得住，对，压得住，中有抵住，算中有了。来，请就位，来，南波老师。下楼梯的方式，啊，还在分，甩了三十出来，好，送到两梯 ，OK， 哎呦，哎，拿下来，拿下来，很接近吗？这个水分，应该没有第二组厉害吧？好看，差不多中间，多少？600，490，你才490哎。佑廷跟主威连六，主威要获胜。第一组其实也不错，580，但是落在第二组就650了。对呀，对啊，谢谢辛苦大家。主委来请出列，总算是你们第一。来有请两位啊，我们郭川也会吧？开钢枪，开钢枪，中干，来，瓜哥啊，你好，今年顶的乡亲啊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今天来拍过表演的是新北市慢治宝贝支持协会，是阮浦安区等级第二赞助的慈善单位了。啊，嘛伫咧咱泸州大拜拜，啊，我拢有训练部分的囡仔，啊去分健康表，啊甲大家给。对啦，一寡教会服务，包括着低收入户啦，啊是一寡迄个弱势团体，咱拢有伫做关怀。啊，到伫咱七月半吼，啊伫个普渡，啊我拢有一捧诚信人士哦，啊来甲咱关心着咱的物资啊甲奖品，啊到阮普安区，啊嘛准备着吃万斤的白米，来分予咱全泸州区低收家庭啊甲弱势团体，包括着咱泸州普。我老丁太阳辉慢治宝贝支持协会，他到运动委员会，他到更新医院爱维教养中心，他到华光
基金福利基金会，拢是阮普兰平长期的赞助的对象。哦，啊，每年的年岁，啊，阮人嘛拢有举办着现场挥毫送春联。哦，啊，搁伫个每年的正月初一。准时啊！啊，阮有一个开庙门的仪式，啊，拢有准备着一两千元的红包，啊，甲个发财金，欢迎大家到阵来，关罗州普安寺普安祖师菩萨。阿弥陀佛，谢谢。长期对社会呢有一些回馈贡献，感谢感谢。对，而且各方面也支持他们的物资，是社会是有来有往嘛，才会形成一个大的这个慈善单位。好的，谢谢。感谢，好的，徐总，再来来来，感谢，来我来。他刚刚给我那么多了，等一下那个第二组，来来那个主威跟佑廷呢，佑廷是又是佑廷。继续说幸福。举手又不往前走，你脸又画那么白，我着实吓了我一跳。你现在是表演学院？是美容美发。美容美发，美容美发哦，妆自己画的对不对？嗯。哇，学习这个有点古典的妆啊。而且他还有画眼线呢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跳过什么？跳过。会跳哈？会啊。对。你有看过我们这单元吗？哦，这个效果跟四处奖是一样的哦。你最高的有奖金。多少？三千吗？三千块。啊，跳最好笑的也有三千块。对对对，要最好笑的。啊，看你要哪一种，两个都有就六千。对对对，有两次机会嘛。哇，那不得了。哎，请就位了。自己选一条跳绳。哦，我们还有这么多自备跳绳。命运的绳索。好，直接滑倒。加油！选最好的成绩。啊，你刚刚跳了四下。加油！来，第一下，第二下，前程啊，前程。来，同学，往后折。同学来，来来，同学来来来。他算很软的嘞。OK， 来来来，这里搞笑。好，放着。因为他跳了一次只有一下，第二次四下，第三次是两下，对，所以我们选择最优秀的成绩是第二次的四下。好，谢谢你，同学。休息一下，四下说不定，四下就第一名了啊，说不定哦。来，欢迎第二位，第二位谁来？还是这样找年轻一点，弄得筋骨比较软一点。对啊，舞蹈的嘛，跳舞蹈的嘛。对。哎，名字叫李彩怡。彩哪个米啊？李彩怡，李彩怡，那对，你今年十七岁，有常运动吗？常运动吗？很少。啊，会跳绳哦。没有很强。你可以眼睛睁开跟我说话。不行，睁不开。他已经睁开了。睁开了。三次哦，来，请彩怡加油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谁最狡猾？跳起来！一下，三下，三下，第四下没过。再来，阿姨，三下啊！前面哦，感觉还可以哦。加油！五十下。四下来输第一位，预备，一二三四，
像洗了一个澡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眼睛张开了，因为吃惊的跑进去了。刚刚还张不开，现在完全打开了哈。来，恭喜你六下了哈。来，谢谢。休息一下，第一名，目前第一名。哎，你已经换了拖鞋了。对啊。啊，熊米啊，你可以吗？我应该可以，但我很久没跳绳了。啊，很久没跳绳，以前为什么跳绳？练舞要跳吗？就是想长高啊，但还是很矮，所以没什么用。以前听说跳绳打篮球会长高。哎呀，对，因为你在跳动嘛，对，一直跳，可是没有高。刚刚看前面，你自己要做保护措施哦。来，请就问。你是要拼多笑还是拼好笑？应该是好笑，应该是好笑。拼多。真的站不直哎，多抵抗一下就赢了。哎，可以哦，领先，现在效果奖领先哦。哎，还没掉。效果最好是他了，上来上来上来，对，不要了，哎呦，好痛哦！哎呀，来来来来，通常救人都要先脱鞋子。我认真了，但真的太滑了。但是他一站上这个平台呢，效果就十足了。哎，这不用做效果就真的。他没有在做了，他是可是效果十足啊。我本来想说可以五下的。没有嘞。你四次加起来四下，一次要跳五下。而且我们不能停，你每一次都停。对，来谢谢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哎，男生吗？男生。哦，男生，男生。终于男生登场了，大名是张家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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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模一样的。一模一样。你的伟是伟大的伟吧？玉帝房跟那一样。一模一样。同名同姓。是你本名吗？还是你？我本名吗？哦，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有有，在那边。啊，兄弟啊！好像啊，一个叫张家伟，一个叫张家生，张伟伦，张伟伦，张伟伦，张家伟，张伟，张伟伦，双胞胎的，我再猜猜看，这个应该是哥哥先出来，你是弟弟对不对？嗯，对。你们现在是几岁？高二，16，16岁，所以你也是高二嘛？哈，对，好。晚念了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有的是晚念，没有啊。同时出生怎么会晚念呢？对啊，没有，有的可能。你刚才问他家住哪里算的？你家住哪里？夜市，泸州夜市。泸州夜市是夜市，泸州夜市吗？不是，泸州夜市。OK， 那现在是哥哥要出来跳嘛？哥哥来跳。嗯。哎，那你们会不会有一些？小时候一些心念感应，说哥哥跌倒会痛，那你也会跟着痛。知道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你支持电影吗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不会吗？知道他在想什么？我会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啊，他不能。会有心念感应了。有一点，有一点。那同时喜欢上一个女生怎么办？有没有过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比较喜欢类似怎么样？类似怎么样？类似。就以拿我们的比例好了。然后我们这么多女艺人。对啊，那当然是金宇的兄弟啊，张家伟啊，怡芳啊。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跳过这边？男生就不算在里面。对啊，而且有现场有没有你喜欢的？有没有类似的？有，你讲有就好了。哎，刚刚心电感应，他说他知道。你知道？好，你讲他是哪一种？哥哥欣赏的是哪一种？对，人家点头，对，点头。你觉得会是哪一种？你看，看仔细啊，看仔细。哎，那边你看仔细。你认为哥哥会喜欢哪一种？没，你不是挑你呀？你是想？
讲哥哥应该会喜欢哪一种？来，我们要看一下主威，主威，草莓，草莓，姨妈，蓝蓝，那个嘉伟，喂，谢欣怡，还有熊妮，嘉伟，蓝蓝，不喜欢，我觉得应该是他吧？谁？蓝蓝哦？什么？你觉得是蓝蓝？对吗？为什么？对吗？是哦。怎么知道？哎，他问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真的是心电感应。哎，我觉得就是啊，我觉得是啊。那你呢？那如果是你呢？来，你来猜猜看。猜哥哥的。你来猜弟弟的。弟弟的。弟弟会比较欣赏哪一种型？他会喜欢哪一种型？应该是那个。哪一个？泥巴佬。最远。胡祖威啊。祖威啊。对，祖威啊。祖威的啊，祖威。祖威。哎呦，你说他吗？你觉得会是祖威？应该吧。弟弟。弟弟，你会去选择的是？不会。不是。有心灵感应，哥哥对不了弟弟的心灵感应。那你比较欣赏的是哪一种型啊？嗯，哎，刚刚就跳过一轮的，哎，那大舅哥，熊啊，熊你啊。哎，那哥哥跟弟弟他们看的型真的差很大，超大，差很大。你说哪一种？你现在是说哪一种型？不是啊，这你们的长相也不一样啊。对啊，对对对。是是是，表现的呈现的东西也不一样。对啊，你是搞笑的，啊人家是比较那个玉女型的，不一样。微微的，这个心电感应是哥哥对弟弟没有，但弟弟对哥哥是有。哎呦，来请就位。好，那换你表现了啊。一百，哥哥小心哦，不要摔了。跳好哦，最高是六十秒，喂，六十秒，喂。五下嘛，成绩不错了，还不错，但没有破我们刚刚的六下。对对对对，可惜。好，那你先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休息。男艺人吗？我来。坦白说有点紧张，因为刚刚熊妮太好笑了。对，那我又怕次数不够多，又不好笑。不是，我只能靠什么？靠我的档杆。记得我是 Mr. 档杆吗？来，看我这条贴好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吧，非常好看。这个已经讲多久了？你要不要把它剁掉再来讲？你脚剁掉再说，我很可怜。你这一段好硬讲，对哦，超硬讲。我来，请坐。尽力啦，尽力。一万五，小心啊！来，拉上，拉上。来呀，来呀，跳舞来了。来了，来了，就跳舞。好像阿北哦。真的蛮尽力的，为什么他有一种少林寺的声音？对，而且各位，你们有听到吗？他刚跌倒的那一刹那，他说惨了，没有人笑。安全啊，安全！观众反应最惨了，惨了，惨了，惨了！跳多一点啊！跳多一点啊！好惨！辛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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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！来来来，你要那种年龄能跳这样，已经相当不错了。辛苦大家了，辛苦大家了。好，还有谁？我哎，哎，你也是来要滑吗？对，我想要证明什么叫做狡猾教科书。目前他们那个次数最多是五下，六下。嗯，但效果奖大家还没投啊，你还没表现完。那有可能双冠嘛，就是又跳又多，然后又好笑。你有看到吗？有可能啊，因为一个人有三次机会。你想，我们节目都双冠入围。那同学，不好意思啊，哈，你就好，第一次打，先拼数量还是先拼好笑？有一点快。
我们已经弹得满身都是。对啊对啊。是他蔡丽安的，好拼哦！这里不用，站住！他这里没有油的，没有油，这里没有，长猪嘛！哦哦，好疯哦！其实我们很想用蓝蓝啊、郭宗佑他们比，我觉得你除夕特别节目，大家拼一个奖金。哎呀，可以啊！因为我有提供奖金嘛，所以好，谁最狡猾王？那我这个电子猪哦，带回去练一下。你已经厉害了，对，已经是跳到七下八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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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是冠军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特别请到我们颁奖主委，李主委，赶快吃，有请你啦，李文吉来，谢谢。好，最后要补充的，被我说上位啊。非常欢迎哦，看到大家共同会当来个泸州的普安市，啊，欢迎各位哦，会当有时间来这参拜。好，伫泸州的中英街85号，欢迎各位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诸位。刚讲那边说，普安市今天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场地，对对对，是是，许哥无论都赞助了，一直都支持着我们，感谢。很第二用心那个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泸州普安市参拜，普安祖师菩萨。谢谢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最后颁奖好了，来，豪杰杀青给我们今天的冠军呐，嘿嘿，来来来，冠军胜利。我们效果把它摆在这里哈，实在有点不公平。真的哦。对的，你们决定投给谁？你们投。刚刚这个最多呼声的就是，哦，熊你。啊，你呢？你熊你是真的是蛮好笑的，但是我还蛮偏第一位同学，因为他一个正面摔的。啊。哎，因为想说给一点同学机会，所以我打票投给他。你呢？我想要投给那个双胞胎的弟弟。哎，目前你哪个是弟弟？哎。目前都没有重复呢，那就一人1000块啦，熊你也1000块。注意，颁奖是来一人，既然是1000块了，谢谢啊，那个赶紧看被耍啊。恭喜，恭喜，恭喜啊！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边，谢谢武汉市的这个对我们的照顾，谢谢钢铁家，钢铁家，钢铁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，锁住密室，收看我们的祝福大集合。